我现在在道后温泉的这个少爷钟这边，每半小时他这个钟会有这个节目，会有活动，会有玩偶走出来，还蛮特别的。升高了，这里还有柳树，很漂亮。那它这边是道后温泉站，这边还有火车，这边是道后温泉街，然后下方这边是放生园煮汤。